王群一啊，王群一，你咪人嚟噶？我屌你老母臭閪啊！屌你老母！咁咧，冇错，依家就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。咁啊，关于王群一呢只死废閪食屎狗，之前曾经多次性侵犯一个12岁嘅未成年幼女 Shadow。咁可以大家见到佢哋啲啊亲密照啦，仲有啲更加亲密嘅照片同埋影片，亦都已经交俾警方啦。咁相信呢几日警方亦都会行动，会去拘捕王群一。王群一个咁好嘅女仔，你唔好珍惜不得止，你仲要去性侵犯人哋，你深深咁样伤害人哋嘅肉体、精神同埋心灵，人哋呢一世就咁俾你毁咗啦。所以你一定一定需要受到最严厉嘅法律制裁。食屎狗王群一，你嘅报应嚟啦！屌你老母臭閪，你个人渣！一个咁好嘅女仔俾你辣手摧化、摧毁于一旦，如果各位有王群一嘅行踪同埋有关佢嘅一切嘅资料、情报，欢迎立刻即时咁样提供俾我。我会有酬劳俾翻大家，放心。再喺度郑重呼吁一次，如果各位有王群一嘅即时行踪，同埋一切有关于佢嘅资料、佢嘅罪证，欢迎提供俾我。唔该晒大家。